好啦，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个福袋哦。这个福袋已经过一段时间了，我们终于买到这个全家跟莱尔富的、啊。这莱尔富的呢，只要100块啊。然后全家的福袋它是漫威的499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包的好，先看小包的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莱尔富的大奖等你抽啊，里面有这个汽车啊、钱啊、笔记本啊。Notebook 啊，苹果的，还有这个 Switch， 希望可以抽到大奖，虽然说就一盒啊。来，开了，开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包里面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甜甜的饼干是吗？哦，卡利卡利呀、啊，卡利卡利。然后呢，里面是。蔓越莓综合坚果一份，这是多少钱？35块。然后打了一瓶矿泉水，18块。什么烂东西 ？OK， 里面还有什么？棒棒糖，这个是没写，算了。好，再来是，哒哒，牛奶糖。还有什么？哎呦，旺旺来哟！看一下，我们来一下，噔噔！美式咖啡买一送一，还是福盛庭的嘞，这算普奖，真的这算普奖。还有吗？好啦，没啦，这个100块钱的福袋好像不怎么优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家的福袋啊，看起来蛮厉害的，它是野兽国的，我们看一下好了。天哪！好，哒哒，蜘蛛人的玩偶哎。这上面写599，光这个蜘蛛人就回本了嘛。这个袋子499，然后这个蜘蛛人599，然后看一下里面哦。哒哒，里面还有个小小兵的衣服，没有开玩笑，这是我尾牙要穿的，尾牙要穿这个去表演啊！天啊，有个好笑的啦。Anyway， 先这样。那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玩具哦，这个玩具是什么？我不晓得。哦哦哦，这个萨诺斯的那个复仇者联盟系列的哦。那要开吗？这个应该就是玩具啦，玩具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大奖？看看，哒啦！哇，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的战争机器。一只啊，它好像是一个钢铁人的玩偶啊，哇，真的是不错啊！这个玩偶就2000块，真的回本啊，这是回本啊。那我觉得这是全家做的还不错啊，499的抽到它的算是不错的奖品啊。那这个开箱到这边啊，喜欢帮我按个赞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